但林家栋先生绝对是实力派，你以前也我也是，是是你也是，我还没讲完。OK， 帅、哦，会演戏啊、哦！我虽然很贵，但是值得。我是工收工之后，只要我做完事情，我一定在家，我不会逛街的人，我不会去看电影，不会去在外面买东西，什么都没有的。我跟大家说，我真的已经。十几二十年没有在香港的酒店里面喝个一杯咖啡。